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的大露露，我又在着魔上端了一整套独角兽的第八代盲盒。你们还记得很早之前我翻车那个太空罩吗？就是这个系列的，所以我又来拆它了。它一共是有12盒，有8个基础款，3个隐藏款，所以不论我能不能抽到隐藏，都会有重复。重复的话，你们懂的。哇，第一个就拆到了青花瓷，这个超好看，看它身上的这个图案细节，这里是龙的图案，头上是有凤凰的图案。第二盒。这个是水晶，它浑身都是透明的粉色，真的很像一颗粉水晶。第三盒，哇，这个是我上一次拆到的金丽娜和超星星，独角兽的背上驮了一个小人，这个小人也穿着独角兽的衣服，他头上还有一个小的独角兽，超可爱。啊，第四个拆到了猴王，它真的太绿了，不过头上的这个小猴子特别可爱，这个小猴子手里还抱着一个香蕉，怎么说呢，它这个设计真的是很可爱，就是这个绿色吧，我不太能接受。来看看第五个小可爱是谁，这个是太空人，我摸到他罩子了。这是他，我一开始最想抽的就是他，看他这个太空罩上面还有星座的图案，哇，好好看呀，他的配色也很经典，是这种银色和白色的搭配，终于抽到了我心心念念很久的太空人。第六盒，这个，哎，这个是隐藏吧，啊，这个是隐藏，这个是美杜莎，啊，抽到隐藏了。看他头上有好多蛇，大家会害怕这个吗？如果害怕我就给你们挡住吧，突然间就能够接受绿色了，因为它是隐藏吗？